Hey, what's up, everybody? 那其实我们现在是在步行街，然后我们今天是做一期特别的活动。那我们带着我们所有的学员们来到这个步行街跟艺廊街，然后每人发一瓶水给他们，让他们去跟路人去说这是一个城市活动。然后我们看到最后谁可以通过一瓶水赚到的钱是最多的。然后我们中午一起去吃德克士，然后完了以后呢，我们下午再去这个看电影。然后一会儿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视频里面大家的表现是不是都特别好。OK, see you guys later.好，谢谢谢谢阿姨，谢谢姐姐姐姐。各位客户朋友们，您好。他那边要是我那边，还要票的，好方便。如果不合适，谢谢哈。那你买嘛？我不合适的。耶！钱没多啊？他们老子呢？你在吗？一瓶吗？他妈在吗？一瓶吗？谢谢呀，你啊！哈哈哈！你那瓶买没得？好，一号买的。好，谢谢你。要不要说英语？哈哈哈！我不够。什么？亲子装，款式多，号码齐，欢迎前来抢购，十元一件，件件十元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抢到就是赚到。群里链接，看到的你给准备好，你给点来，然后哇，这个真的会有钱吗？啊？只要5块钱吧。哎，对吧？我们中午5块一口那边的。相当于就是我们是只在那儿的，我们是理想英语的，然后我别个只给我们一瓶水，然后我们就拿三杯，没有钱的，然后我们就哈瓶水先卖给别个，卖给别个，然后再用那个钱再去买东西，再去卖给别个，然后再赚钱，接了就上去了，中完然后赚一块钱，赚到钱。海根一百分，过年不要。我一百分。甜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卖几瓶了？什么感受没有？很好呀！为什么他们都不买水？为什么他们都不没有这么？一瓶水了，要换中饭还有下午饭，我都可以直接谈。买下来就是。反正现在你们就说个公益，公益性。一瓶还是两瓶？你拿两瓶噻。好，谢谢。你这个要5块钱。哦，拿3块嘛，快来看看。这个不就是2块嘛？2块，我们是分钱。2块呀。就是我们这。他在马路上停车，马路上通知请问啊。这是上不上？因为我们经常都在搞那种事。但下次我们遇到我们喊你们拿钱的时间了，哟。几瓶？几瓶？要几个？你们能不能？我们的女名字才能不能收到吗？要给他整上电视啊！真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们来投资钱。拿了吗你？拿了呀。但是。辛苦吗？啊？辛苦吗？辛苦，当然辛苦。卖了几瓶了？卖了几瓶了？啊，30。哦，10天。好，谢谢啊。我的钱。我采访。对，要15块钱。这么厉害。你们换的。签了几个名啊？换了多少钱啊？签了2个。换这么厉害，我看一下。啊。冰淇淋。辛苦吗？啊？辛苦吗？辛苦，当然辛苦。卖了几瓶了？啊？卖了几瓶了？啊，30。哦，10天。好，谢谢啊。
我才发，卖了几块钱了？一共十七。累不累啊？继续加油哦。二十。累不累啊？累。加油啊！好，拜拜拜拜。你们卖了几个了？两个。辛苦吗？加油啊！啊、我有多过你卖片了，多过你在红山，你卖片了。有他这边车，有的会开的车是好钱，有时候都玩这个设备。我的，我。卖多少钱了？大概12了。看一下你的战果好不好？就你刚刚才买了一瓶牛奶。嗯，好，继续加油哈。嗯，看到我。满头都是汗，满头都是汗是吧？真的跑步就跑过来的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就赚钱不容易啊，这么厉害呀、啊嗯？辛苦吗？行哥，行哥，加油哈！好。辛苦吗？啊？辛苦吗？挺辛苦的，很难卖的。加油、哦！啊？什么？加油！可以可以 ，fighting！ 辛苦吗？不辛苦。加油哈！啊。老子，过去。嗯，对，差不多好了。是什么？你的名字啊。嗯。辛苦哈。好，谢谢。上品了。辛不辛苦啊？辛苦。赚钱辛不辛苦？有什么体会没有？有。什么体会？看镜头说。但是有什么体会？感觉像个那种啊，好，加油哈。嗯。聊多啊。有什么感想没有？没有，有点辛苦。有什么感想没有？就是觉得赚钱挺不容易的。挺不容易的是吧？要加油哈，继续。啊。最后少让父母给点钱是不是？啊。啊，加油。我们卖了，你猜呀？我们卖了好几十呢。有什么感想没有？有什么感想？好热呀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会，我觉得赚钱不容易啊。对啊，所以以后少让妈妈给点钱好不好？我妈不给我钱呀、啊。我妈妈不给钱、啊、怎么办？钱也被你们收了。对啊，我们的手机钱都被你们收了。我们钱和手机，还钱还手机。加油加油。好，拜拜拜。辛苦吗？啊，辛苦吗？挺辛苦的，很难卖的。加油啊！什么？加油。可以可以 ，fighting。